写的是放王经的经文，就是十众四十八亲戒，那这个不分啊在家出家，当然有些好像是对出家菩萨制定的，那至少你知道那个意思啊。那各位最好能够回去读一遍，读一遍从头到尾啊，佛陀为什么要这么说？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第25页，第25页，其他们在忙啊。第25页，亲戒第三、第四，这也是汉传佛教的精髓。25页，食肉戒，若佛子故意吃肉，一切众生肉不得食。夫食肉者，断大慈悲佛性种子。啊，如果我们要开发佛性、圆满佛性、菩提心，那你一吃肉，你这个佛性种子就故意把它断除掉。啊，一切众生见而舍去，因为你要度众生。老实说，像我们不吃肉了，去给食物给那些鸭子、鸟，它会过来的。啊，那些因为杀生吃肉堕落恶鬼道的，它会过来的。但是你一吃，他觉得你很恐怖，啊，他就会离开你。那菩萨要度众生，当然要让众生接近你，而不要众生怕你。所以吃肉者，一切众生见而舍去。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，食肉者得无量罪。啊，晚上不好睡，敌人多，身体不好，不结好缘。若故食者，犯轻垢罪。所以你故意吃，当然有时候各位去外面吃饭，诶，这个怎么煮了这么好吃，像肉，啊，那是真肉。你又那怎么办？那你就停下来就好，不是说要全部吐出来，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嘛，啊，所以不要吃肉，免得伤害我们的慈悲心或是佛性种子。第四，食五辛，葱、蒜、韭菜，有五种，他一般讲的就是后面有写，若佛子不得食五辛，大蒜，后面第二怎么念？各葱、持葱、蓝葱、辛习，是五辛，一切食中不得食。若故食者，犯轻垢罪。因为你吃这个，那些鬼神会生气，天神会讨厌，啊，那一些很多鬼神就会附在你嘴巴，所以你讲话诵经的时候就会有障碍，然后以后升堂的味道不好，别人走过你身边就不舒服，很多众生走过你身边不舒服。有吃的人，像各位现在没吃葱蒜了，你一闻到别人吃，你就会不舒服，也没办法打坐，啊，所以那这两条是因为你为了利益众生，让众生喜欢你、接近你，那而且不会伤害到自己的禅定。吃葱，这个葱蒜生吃得嗔，你要吃生的来吃，很容易生气；熟吃得淫，那你煮熟了吃，很容易犯男女淫欲，啊，心不安定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两条，那可能要特别注意。再来众戒的部分呢，请翻到20页。虽然昨天是六众，但事实上这个很重要。第7、20页，第七自赞毁他戒。若佛子，就是说你受了菩萨戒了，自赞毁他，说自己好，别人不好，我们国家好，其他人不好，我们东方人好，西方人不好，我们佛教好，其他宗教，这个都不能讲的啊。我甚至为了拉生意，为了拉信徒啊，有这种利害关系，你总会说这个比较好，自己比较好，自己的东西比较好。所以自赞毁他，一教人自赞毁他，为了你的公司乃至你的道场，你也要你的信徒去外面讲啊，我们这个法门好。所以有时候啊，太标榜自己法门好的要小心啊，要小心。
所以我师父常交代海道是，以后人家问你什么是法门，你是修什么法门的，你只能讲一种成佛法门。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参加什么佛教会议，他们硬要我填哪一种，他说务必填写，这样。那你知道我怎么填？全部打勾，每个人都打一个，就我一个，全部打勾。他们还叫我去问你为什么全部打勾？佛法呀。但是传统的观念，他认为说你是属于哪一个宗派，不能改变的。特别在日本，在韩国，你是真言宗，你就不是净土宗；你是净土宗，你就不是真言宗；你是日言宗，你就不能参与那个宗。藏传佛教有偶尔除了立眉运动，后来有人改变，不然属于固定的宗派啊，不能改变。这个有一点要小心。对自己修学佛法是还好，但是如果要利益众生，你就不能有颜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修行人叫出家人叫方外人士，就是脱离世间的对立的状态，脱离于世间，所以不参与哪一边，因为大家都同一边，为了众生，所以。毁他因，毁他缘，毁他法，毁他业。那为了说自己好呢，是为了一些现前的利益或思想冲突，我们就诋毁他的各种原因，乃至因缘，乃至方法，乃至造作这个。你真的把这个讯息传出去了，某某某某某某道场不好，某某什么不好，为什么这样不能毁？虽然这个人错，但是你公开诋毁他，他就会恨你。那恨你以后，那你就等于舍弃对方了，知道吧？因为对方他就不能够原谅你，反而会伤害。那如果当然，佛教里面讲动机了，就算我是法官，我必须判你罪，那我会跟你说，哎呀，我对不起，我只是个法官，按照法律你犯了这一条，我们就尽量的减低你的，要让对方理解你。但是我认识有一些法官，你这小子，对着骂。法官不能用情绪的，对不对？虽然他犯错，但是我们要如何感化教化他？他已经够可怜，要被抓去关了。但是你不能跟他结恶缘啊！而菩萨应代一切众生受加毁辱，所以菩萨要代众生毁辱，怎么还故意去伤害对方？后面这几句话很重要：恶事向自己，好事与别人。这个要背下来，自他交换，不对的都是我不对，对方对，那你不能倒过来自赞毁他，还说对方不对。若自扬己德，引他人好事，令他人受毁者，是菩萨婆罗夷罪。你没有婆罗夷，就是没有资格做菩萨了，毁了菩提心了，你要重新受戒了，要好好忏悔了。所以这一条，各位多思维，那你要养成习惯，因为我发觉。我也认识很多法师，就是说，他虽然知道这个戒律，但是他没有用在心里面。当他讲到佛教的事情的时候，或是其他宗派，他马上就啪就杀下去，骂外道骂得很凶，骂其他宗教骂得很凶，所以不能这么做，别人不好，我们心里知道，那我们只能说，希望他们有机会跟我们一样，有这个福报。也能够听闻真理那就要这样子倒回来就先要赞叹对方。某某每一个宗教都是想要离苦升天、离苦得乐的所以那慢慢引导对方，给对方一个参考性的答案而已，而不要去讲对方的错，因为你讲对方错，他反而伤害你。就像神通第一目犍连被打得扁扁的所以。因为他讲话的方式去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了。第八，奸习加毁戒。若佛子自奸教人奸乃至制造奸贪的因缘法造了业，而菩萨见一切贫穷人来乞者，随前人所需一切给予。你既然要发心做菩萨，你就是要跟他结缘哪怕。我在印尼很多菩萨教师父，因为印尼很多停在红绿灯，就有很多人过来，乃至到印度还特别多。
那往往导游就告诉很多信徒说：“你们千万不要给他，千万不要给他，免得养成他不想要去读书的习惯。”啊，但是这样不慈悲。后来我就跟信徒说：“你还是要给他，然后呢，把功德回向给他，也希望哦，你好好去学校读书哦，对不对？”因为你给他，跟他劝他，跟导游跟他对立，那不一样。后来那个导游就生气了，这样，你们都不听我的。我说我们没有听，我没有不听你，我听佛陀的。啊，当然导游小费给他多一点，那就 OK 了啦。啊，这还不简单啊？所以我每次参加都先给小费，很多旅行社不行不行，要等到最后一天才给。那这个小游这个导游就。跟我们的关系是一种压力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一种诚恳。你第一天就全部小费给了，最后呢，随缘大家在感恩在给，那不是做生意了。那个导游坏人也会变好人，啊，是如此的。所以各位菩萨，你要用各种善巧方便去度对方。那特别这些，像我们想要请他，如果你去印度，你才知道。一块阿弥陀佛，再一块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，至少念个佛啊，对不对？多快乐！所以阿弥陀佛那天，你们听湛江法，阿弥陀佛做鱼，让那些人念佛念大声的鱼肉越好吃，那是阿弥陀佛显现的。所以后来整个岛都没人了，因为通通往生净土了。阿弥陀佛化作好吃的鱼来度他们，啊，所以不会。吝啬自己，我怕自己受苦，所以要随前面人所需要的帮助他。而菩萨以恶心嗔心，乃至不思一钱一针一草，甚至跟你问佛法有求法者，不会说一句一句，你至少讲一句他适合的。他问你的问题不见得是正确的，但是你就真的没时间，那另外一回事。但至少你能够跟他说了。所以一为臣许法也没关系，而反更骂儒者啊！你这个人没资格问我话，啊，那不行啊！所以这样就破了菩萨众戒了。那所以这两条，那各位呢，就像各位这几天你会发觉，我们天天都有结缘品，对不对啊？各位不要光拿回去换你啊！看到人就嘿嘿嘿，身上带好的都是要送给对方的。有些菩萨很聪明，没这个师父，我不要你的，我要你手上那一条。好，我找，没问题的，我后面好多条的。不过老实说，我每次带我都很认真念了，啊，因为这个好在他还要要了，人家要都不要了，对不对？他要了，他就可以得到佛法的价值。所以你要时时刻刻，菩萨是一个随时准备布施乃至奉献生命的人。翻过来第九。所以呢，不能骄傲，不能悭贪，不能嗔恚啊。所谓自赞毁他，就是一种骄傲，看不起对方，那都不行。第九，嗔心不受毁戒。若佛子自称教人称，我们骂人就算了，还找人来，我们一起骂他，一起呵责他。现在的媒体都是这样，透过媒体拉很多人共同来骂这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点像我们古时候抓很多人来斗争他，斗得他扁扁的，啊，不能如此。学佛了，按照佛法，不能按照世间法，啊，所以嗔的因、嗔的缘、嗔的法，乃至造成嗔的业都不行。而菩萨因生一切菩萨善根无争之事，啊，所以我们要让所有人不会生气。而且我们要种下这个无嗔的善根，常生慈悲心、孝顺心，但反更于一切众生争，众生乃至于非众生争，以恶口骂辱，加以手打，及以刀杖，亦犹不息。那前面人虽然你打他骂他，然后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还更骂，那这个。就太过分了，所以前人求悔，善言忏谢，由嗔不解者。我曾经就看过有一位信徒，好像之前做错事了吧，然后他就供养一位法师，法师对不起啊，供养你，你没资格，我不要你的钱。
旁边人大家说：“哇，怎么会这样？”因为这个法师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了，就会这样啊，因为生气嘛，啊，一生气就讲了一个世俗的话。哎，有时候各位要注意啊，你生气的时候不要有人在你身边，不然你造的业更大啊。所以因为别人都感受那种不好的气氛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特别有长辈在，千千万万不行。各位千万不要在长辈面前啊去骂儿女，对不对？或者等等。第十，谤三宝戒。若佛子自毁谤三宝，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在网络说那一部经可能非佛说，佛陀讲了一句话：你还没有成佛，千万不要用你的想法去判断啊。所以有些人，因为譬如有一部经叫《白衣观音神咒》，对不对？《白衣观音神咒》，那我也听过很多法师告诉说那个不要念，那个是道教的。很多人念的很有感应哎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是观音菩萨的加持哎。啊，甚至我去大陆有很多地方的祖师，比如说潮州大颠祖师啊、大丰祖师啊，那也有很多出家人会说啊，那个是世间道教的，那不是佛法啊。那这样一讲就毁谤了，因为这些都是佛故意示现的，普安祖师、清水祖师，反而在台湾没人拜这个了，是道教拜，佛教不拜。因为佛教认为这个是世间的，我们直接拜佛，那你不知道祖师才是来示现的，更慈悲应化的。所以在这一点不小心都会毁谤，而且告诉别人那个不要拜啊，教人也毁谤三宝，特别是楞严经啊，啊，所以楞严经是一末法最开始消灭的，就是啊最殊胜的楞严经，因为这个楞严经，如果大家去读，魔就障碍不了我们。所以在这一点，我们不是佛，但是我们取其精华，任何经典说法只要符合缘起性空，那都是佛法啊。所以谤因谤缘谤法谤业，和菩萨见外道即以二人一言谤佛因身，所以如三百毛刺心。所以别人在骂佛教，你很痛苦啊。而不是生气，不是回骂对方，啊，这个人好可惜，啊，那佛法这么多人不能够了解，很痛苦，况口自谤、自夸、自谤，何况用自己的嘴巴去毁谤，不生信心，不生孝顺心，所以而反更助恶人、恶见人谤者，是菩萨婆罗夷罪。所以我老实说，我想各位，如果你有学金刚乘，特别要注意，因为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学金刚乘的人呢，金刚乘也是佛法，但是他对他上师就很恭敬拜，看到显教的法师，走过去，不理不睬，啊，这个有这种现象，啊，所以只有金刚乘的法师在念经，他觉得好听；显教的法师在念《金刚经》，这个不好听，啊，那因为这个。这样子也会让人你就是在用你的身形在回谤一样，看不起，那这些是很可怕的。所以这几条我特别念一下，那我想各位应该多多的多看，然后多回光返照。那这《法华经》有很多大德做解释，那后面有清戒48条，那就这部经的一些经文最好都读一下，后面也收集了各位送的6众28菩萨又菩萨戒经，你要这样做成小本，就是多念，特别初一十五，各位现在还没有在菩萨戒法会在一起忏悔诵戒，诵戒意思是说，我们虽然受菩萨戒了，但是我们经常会违犯，所以透过初一十五，如果有法师带更好。大家一起来诵戒，没有也没关系，诵戒以后自己也回光返照，就像衣服穿个2-3天总要洗一下，因为脏了嘛，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要100%圆满菩萨的戒的内容是不太容易的，啊，但至少不小心违犯了，互相提醒忏悔，所以就要经常这样聚会比较
圆满。好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、有空气一样。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对于这个世间、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。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，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辽阔无垠的大地，晨雾缭绕，照着朦胧绮丽的色彩。这里是古老的文明古国印度，北隔喜马拉雅山，与不丹、尼泊尔、西藏等为邻。在人类初始之际，印度已转动了文明的法轮，而历史的长河及人们对于真理的热忱与探索，便激荡出这片土地上哲学、宗教百花齐放，酝酿其特有之印度文化。粼粼波光，喜马拉雅山的融雪潺潺而下，流过千万年的日月韶光，它见证了人们的生老病死与悲欢离合，不曾停歇地给予生命的滋养，述说着无常这不变的真谛，也孕育了印度生命之源恒河。我见菩提树，遍见于如来。当年悉达多太子安坐于树下，观照缘起的真谛。千百年来，在同样的树影下，祖师大德们虔诚礼拜的身影，伴随着摇曳的树影，不禁让人忆起佛陀慈悲的光辉。当我们虔诚的仰望，宛如沐浴在如来的恩泽之中，佛的慈爱怜悯就如同遮蔽艳阳的菩提树，护佑大地，滋润着众生的化身慧命。当然了，这个地方特殊了，
在经典说，这一棵菩提树本身就有16个大护法神护持的，这个金刚座在佛陀的时代也有16个金刚大力士护持着，而且这个金刚座是每一个要成佛之前都是做这个金刚座，所以佛陀要我们要能够证的空性，但是要证的空性是何等的困难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到金刚座下发誓啊，我如果不能在此地成正觉开悟，誓不起起坐，不起来啊。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坚毅苦行才能够证入空性，空性的展现就是大悲心。西元前三世纪时，阿育王于菩提迦耶修建塔寺，在历经时代的动荡与变迁和岁月的沧桑迭起，而今日我们所见的正觉大塔是为几多王朝时期重新修建。雄伟壮丽的正觉大塔，将近50公尺高的塔身，四面雕刻着精致的图腾及诸佛菩萨圣像，苍翠绿地的环境，独树一帜的佛塔，像是繁星罗布于大塔四周。它的安详与宁静，仿佛远离俗世的纷扰与尘嚣。菩提迦耶位于尼连禅河河畔，即古代的摩羯陀国，亦为现今印度巴特纳城南约150公里处。这里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圣地，更是自古以来所有佛弟子们朝圣礼拜的心灵故乡。历代高僧、法显大师、玄奘大师都曾先后来到这里仰慕佛恩，人们学习正法的信念与坚定无法抑制内心的向往及渴望。现在的正觉塔金刚座已经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，如果按照经典世上说的，这个金刚座是3000大千世界的中心点，所以每一个佛都来到此地成佛，就像这个世界是个圆形的中心点，圆心代表空性，圆心代表空性，那么每一个佛都是因为体悟智慧空性而成佛，那么以大悲心做伴进，然后呢以菩提心来让所有众生找到佛性，所以我们也来到诸佛成佛的地方，也愿大家如正觉金刚塔一样。什么叫金刚？很利的刀子就是金刚智慧，金刚的意思就是缘起性空，这个世间如果你有空性的智慧，你就可以超越一切，不会被他所抓住。所以如果你执着了，那么没有空性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幻假的，你被这个相执着了，外表爱情成功失败生老病死，那你就不断的痛苦。佛的慈心与悲愿引领着世人去向光明之路，拔济无明的罗网，让众生渡过苦恼之海，开启解脱的大门，迈向幸福的涅槃彼岸。
Gacchami